风味，展开全新精彩篇章。携手老朋友、新朋友，一起踏上未知的冒险旅程。最短的距离，纵览各国城市风情，享受料理带来的感官盛宴。最重要是，你闻着，你闻着。哎，你们在国外啊，会不会很想念中餐？喜欢中餐，还是想念中餐？哪一道最好吃？这个问题是不是好吃不好吃？我们一起在一个桌子下面吃个饭，这就是最好的。特别感谢你们帮我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。可以通过你的菜了解这个文化，挺难得的。Yes, buddy. Yes, for coming. 分享风味，分享爱，真正的风味就在这里。风味全新开启。